我不用退学了。恭喜你啊。细观察，这画才能画好。雷泽信，你怎么不动笔啊？师兄，是。哼，很好啊，起码在我的课上，你还能睁一次眼。画画。大家继续画。师兄，你今天表现可太棒了，再这样下去大家都会对我们没有偏见了，到时候呢咱们就把真相告诉他们，这样他们就会接受咱们。斌弟，峰哥，你今天一天没去上课，是不是家里有事儿啊？嗯，峰院长叫你们去勤勉阁。哦，峰哥，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？说什么？一天不见你，你去哪儿了？处理一些私事。那处理完了吗？处理完了。我的事情也处理完了，我不用退学了。是吗？嗯。恭喜你啊。嗯，也谈不上恭喜。之后还得看我们的表现跟成绩，我暂时没问题，就是不知道雷师兄有没有问题。谎话连篇的家伙，别以为我会感激你。我做的事情不需要别人感激。奇怪，以前总是跟我讲大道理，现在却什么都不说。安斌，嗯，我一直很看好你。您有什么指教啊？请您不要再用这些戏法来耽误我们的时间了。怎么，大家觉得不好玩吗？好玩，好玩。如果各位觉得好玩，可以直接请变戏法的来，那岂不是更有意思？但这里是课堂。《论语·学而》篇有一句，学则不固，是指知识匮乏的人很容易被束缚在狭隘的世界，成为固执的人。所以我们要不断地钻研学问，用灵活多变的头脑去学习真理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是领受云国俸禄、云上学堂的唐僧，你们的学习机会是老百姓用辛勤和汗水赐予你们的，所以你们要用勤奋的学习来回报他们。拜托各位，起码要对得起你们吃的这碗饭。
好好学习。今天这堂课上，我要夸一个人，他做得好，及格。反对讲课内容的人，为什么做得好？因为他是今天这堂课上唯一对不正常授课提出异议的人。人生的智慧不在于答案，而是在于提问。我教授给你们的学问十分有限，甚至微乎其微。但凡能够提出问题的人，他自己就能解决问题。如果你们对我的见解有异议的话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这学期就让咱们碰个头破血流。剩下的人全部不及格。什么？全都不及格？你的握法都不对，如何吹奏？这样不就好多了？你不是说你不教我吗？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你说的话。我的话？你说工自厚而薄责于人，己所不欲莫要强力。我确实把很多想法强加于你身上，所以我决定你的事情我不再干预。这样也不对吗？我也没有全然否定你的意思。虽然我不是很喜欢你把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，但是我还是很欣赏你对人诚恳、对事公正，而且还很有才华。就是你这人吧，喜怒无常，让人捉摸不定。喜怒不定的人是你吗？你还要不要叫我吹笛子？来，一位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的美男子从天而降，将女子搂在怀里。在男子眼中，她就是万花丛中的皇后，散发着最绚丽的光芒，所有的美在她面前都自叹不如。她是这世间无可匹敌的美景，堪比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。他们的姻缘会就此开始吗？放心吧，这家伙不是我的对手。无论你的武功多么高强，爱情定能所向披靡。七妹喜欢的人是我，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，受死吧！放马过来吧！你们尊重一下我好不好？我的爱情由我自己做主。
冰蝶啊，今天签售会成功吗？很成功。那你为何一脸不悦啊？有点累。冰蝶，从明天开始正式开始休学了，你承诺过我的。师兄怎么还没回来？啊，一天没见他了。你就要在那学堂待到出师啊？这么说你要当一辈子文斌啊？当然不是啊，但要是被学堂除名的话，这辈子都不能参加科考，更别说出师了。现在呢，就只能咱们姐弟俩共同努力了。这个是我在学堂的一些功课记录，你要好好掌握它，一定要做个合格的学子。等找个合适的机会，咱们就换回身份。姐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这个写手真是浅薄，写得跟猜谜似的。胡说，这可是一封正儿八经的情书。名字都没有，情书写了有什么意义啊？怎么没有？若米与君不曾邂逅，米，说明这个女子跟米字有关。米与君啊，你认识的女孩里面有没有跟米字有关的？没有。怎么没有了？那韩淑敏的敏不就是吗？干嘛这样看着我？冰蝶好聪明啊。摸爬滚打这么些年，写的情书也不少了，当然见怪不怪了。那冰蝶，你帮我解释一下，这封信写的什么内容？若敏与君不曾邂逅，怎会有千般眷恋？却是君不懂我的期待。不是每一种偶遇都会快乐。不是每一种相思都要诉说。人家韩小姐喜欢你，但是不敢告诉你，所以她现在特别的伤心。冰蝶要不给我解释，我还真看不懂。可见这个写手真是胸无点墨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看啊，这里，不是每一种偶遇都会快乐，那不快乐怎么会有期待？还有这里，不是每一种相思都要述说，都不述说了还写这信干嘛？这不相互矛盾吗？对吧？你要给他回信啊？我要告诉韩小姐，我现在以学业为重，无暇顾及儿女之情。对了，还有这个写手真是拙劣，让他别浪费钱财了。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，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我喜欢那样的梦，因为梦里有你，所以我比任何人都要幸福。多诗情画意啊，这回真的是简单直接明了。哎，我已经找韩小姐说过了，不要找写手了。她是没有收到回信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不行，我得当面和她讲清楚。不行吧？为何不行？因为你要是说得太温柔，韩小姐要是会错了意，那就适得其反了。但是如果你说得太苛刻的话，她就伤心了，那可能不只是一天一封情书那么简单了。那你告诉我怎么办？顺其自然，等她新鲜感过了，也许她就乏味了。哎，你觉得这封情书怎么样？千篇一律，毫无新意。
没事吧？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呀。你好像很欣赏这个邪术啊。也没有。弟弟，你坦诚告诉我，这几天你都去哪儿了？没去哪儿啊。前两天你不在，我很是担心。学堂上下我都找遍了，还是没有找到你。你肯定是出去了。别那么肯定。给，昨晚落我那儿的。哦，对，我这两天都在乐轩君那儿跟他请教一些问题。因为你不太喜欢乐轩君，所以我就没告诉你。斌弟，你在哪儿跟谁来往，我都无权干涉，这是你的自由。但是你要注意安全。你们两个的感情还真是令人羡慕啊。那你今晚还来吗？斌弟，我也希望你能明辨是非，有所为有所不为。风公子来这里有何贵干呢？风公子终于肯亲自来见我了。打雷了，咕噜呱咕噜呱，回家收衣服去了。风公子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韩小姐，你的书信我都看过了，我们之间可能存在诸多误会。风公子言重了，你的事儿文公子都跟我说了，我们之间没有误会。那个，我在这儿应该感觉挺影响你们的，那个我就先走了。一码归一码，你先把你们之间的误会解决了，咱们之间的误会回去再说。你必须再上宿舍。多尴尬呀！尴尬，我才叫尴尬吧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觉得挺没面儿的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。风公子，你刚才说到哪儿了？误会。啊，不对，没有误会。请韩小姐见谅，今天我必须说清楚这件事情。风公子，但说无妨。感谢韩小姐的美意，但是小生学业比较繁忙，在出事之前，并不想谈及儿女之情，请韩小姐见谅。公子，你怎么老说这句我不爱听的话呀？而且你还在回信里说，你很感动，还夸文公子文采好。可能文公子也没有理解我回信的意思吧。那风公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呀？我是想跟韩小姐说，不要随便的付出真心，不要随便的迎合别人，这样只会让自己受伤。喜欢一个人，勉强不来的。我明白风公子的意思了，打扰你那么多次，抱歉了。手抬一下。师弟可真是勤劳，不像某些家伙只知道弄脏东西不知道打扫。
让一下，让一下。这吵架了吗？我也不知道这样算不算吵架。那就算是吧。这样，晚上我们两个联手，一起把这个讨厌的家伙赶出去。这不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这个家伙这几天真是讨厌，整天绷着个脸，好像全世界都欠他一样。师兄，我们就当他不存在就行了。姑娘，再看看这个，咱们还是到前面先转转吧。也行，再看看吧。走吧。这么巧啊！你在跟我说话？除了你，还有别人吗？原来你还会说话。我又不是哑巴。这么长时间不说话，我还以为你哑了呢。装聋作哑有何不可？你不生我气了？生这么长时间，现在我不生气了。不去，那你不气了，还是更气了？你猜猜看。我猜不着，脑子笨。你这么会骗人，脑子怎么会笨啊？这位装聋作哑的风公子，你是要去哪儿啊？去南街。真巧，我也去南街，一起呗。去南街只有这一条路，只能一起啊。我虽然穷，但我有骨气，我不接受别人的施舍。这些都是我的劳动所得，不是家里要的。你要是过意不去，欠我便是。那你应该早告诉我呀，干嘛一直骗我呀？是你骗我的。哎呀，文公子，你可千万别辜负了风公子这一片好心。他能放下姿态做写手，说明他多么关心你、照顾你呀。希望你能理解。你还有什么事情骗我呢？没有了。你以后不准骗我了。你以后也不准骗我。这样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你骗我可以，不骗你就不行？当然了。凭什么？别那么小气，你比我大，你得让着我，你得对我好点。尽量吧。冰蝶，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。冯哥，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，千万别见外。那个瘸腿脸上还长着大痣的龌龊男子，为什么会突然化成一个仙风大侠呢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是啊，我也觉得不可能。峰哥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创作的话本我都看完了。嘘，轻声一些。学堂最近正在严厉打击话本的事情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咱俩谁都别提了。其实宾帝写的非常好，观点很新颖，就是这一点处理的有点不合理。我才疏学浅，今后还请峰哥多多指教。今后，没有今后了，今后我就专心修学。
你们是想死还是不想活了？师兄，你怎么了？我问你，画本里为何会有这句话呀？侠士和美男同时爱上了这个女孩，女孩无法抉择他们的爱，她选择了离开。为爱痴狂的侠士心中伤痕累累，美男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你的柔情和微笑是上天赐予我最珍贵的礼物，我本想用我一辈子的爱来追随你的梦想，却没想到换来的只是我一厢情愿。当他的爱不再属于你的时候，曾经的美好对你来说已经毫无价值，所以你也不必认为希儿的离开对你来说是一种损失。我们都要看开一点。丁丁，风哥，你怎么这么晚还来啊？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做功课。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原来当下不只能看见美人，还能看见美男子。Thank you.
行了行了，你俩有必要这样吗？有有。这样吧，峰哥你觉得怎么好你自己写一本，师兄你也是，到时候我把你们俩的结合在一起，这样总行了吧？那就这样吧。也是个办法。真想不到两个大男人心眼一个比一个小。